我是刘佳，我来美国10年了。我现在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天文系读博士，我的研究方向是宇宙学，下面的弱引力透镜。So this is a pupil lab. So the physics and astronomy department are here, and I work here. 我现在在想一个公式，就是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，是关于黑洞的。然后有一个公式，我现在搞不明白，现在看各种 paper 在想。从高中开始学习不是很好，所以就直接被分到文科班去了，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学物理。高一有过会考，就是会考的时候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写歌词了。我最初是在国内的时候是读本科，是读商科的，来了美国也就顺着那个一起一直读下去，读了人力资源管理。那个时候选了一些音乐课，还选了美国历史课，还选了其中就有天文课。在读天文的时候碰到一个特别好的教授，他会发现我很多基础的东西不知道，他课后会给我看一些书，后来就慢慢的比较有兴趣了。他们是觉得培养你的兴趣，然后去思考，无论你的层次在哪，只要你是用脑去思考的，他们都觉得是好的。So using two Gaussian components, assuming two black holes, and then they say the peak of these two lines, they display the same periodicity. 在美国发现其实不难，每一课学起来都很有意思。Normally, I cook at home at night first for 1 or 2 days a meal, and then the next 1 or 2 days I just bring lunch to school. Smart, So just smart. eat at home. That's the way to do it. 所以你打什么游戏呢？你打一个叫。Worldwide strategy game 也没有很认真打了，但是很少人在打。它是一个 strategy，对，有点像 risk。可能想事情会变得更加理智一些，比如打电话跟我妈，突然想吵架都，但又想着人那么渺小，吵个架浪费时间干什么？就比如这些小事上会觉得不重要了吧？就我比较不相信定 career goal 这个东西，因为以前在 business school 时候，天天让大家定 career goal，现在你也看我 career 乱七八糟的，所以定了没用。10年前我也对这个对天体物理这些也没什么兴趣，也不觉得自己会做这个。现在觉得很难 imagine 找到一个更加有意思的话题。